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哦。秋风今天收到抓包女王的邀请，要去打前面的 VIP 道馆哦，抓包女王盛情邀约啊。然后打完就继续接下来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社群日活动，对，看来今天蛮丰富的哦。我们走，抓宝女王盛情邀约，我们来了。太有趣了 ，VIP 在干嘛？来了来了，开始打了，开始打了。他说这叫女王的抓马，让我看一下。一亿七千万，你的经验已经一亿七千万。球抓到了，我还没有办法解三球鬼。太快了，来了，火字机社群日开始了，开抓了。我要先撒一下那个星辰。荡台吗？刚好。感觉好像没有荡机耶，感觉可以比较开心的抓了。它比长尾怪手好抓吧？差不多哎，玉三家都不好抓，搞不好第二次就比较顺。是哦，都不是哦。好，为什么感觉我的球没有很多？不要冲动。哎呦，收尾了，太快了吧！对呀，要不要得人活、啊？太快了吧你！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啦！要不要得人活、啊？没有啊，这里的我都抓完了。太夸张了吧，我半个小时零只，所以你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六只。然后我结束的时候会有零只，所以你要交。你要抓到一只色的我画。我也想啊。你要色尾？哪有这么多？哪有这么多啦？你是不是把我的运都吸走了？你是不是把我的运都吸走了？阿秋是被诅咒了，被诅咒的账号都没有设尾，我有了啦吼，13 CP， 好烂哦，有了啦吼，你怎么可以看不起人家13 CP？ 有了啦，你怎么可以看不起他？太好笑了！怎样？13 CP 不是色尾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小鸡鸡耶！
每个人都抓的比我多，霹雳风，我才一只，这个人四只，小谷姑七只的雷厉风行，太夸张了你们，夸张，这笔来跟妈妈交易，交易色尾就好了。交易色尾，先交易色尾，好不好？所以最后我就练了这一只爆炸烈焰装双倍凤凰，然后它有两招，另外一招是蒸汽弹，它这样就可以打两种，就是打又可以打一般属性的，什么吉利弹啊，打道馆的时候打钢属性的，像是那个什么巨金怪啊，想不到我是里面色尾抓最少的。拿相机的这个女人抓的都比我多，真的太可恶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会了，拜拜。